你好。 BYU 有没有听过 Young Bahan 大学中文课程是全美国最大的之一。真好，真好。百分之七十的 BYU 学生会讲两个语言。两个语言。对，学生能从66个语言课程选课。Go。 R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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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.